个你们都不知道吧？不知道，这个是美国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喝的一款饮料。饮料特别喜欢。这个是泡在水里喝的那种吗？是，但也不完全是，它不仅仅可以喝哦。为什么呀？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？对呀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哇哦，我的蝈蝈魔法果汁店终于开业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呢。不知道我的顾客们会不会喜欢我的魔法果汁呢？淘淘，这里新开了一家果汁店，听说是一种神奇的饮料。啊，神奇？那有多么神奇呀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哟，这不是美丽的珍珍和淘淘吗？听说你家果汁特别神奇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想尝一下。对啊，那我先把神奇的粉末拿出来。噔噔，有这五种口味的，这个是樱桃的，然后是苹果味的，这个是柠檬味的，这两种呢是综合果汁味道。这么多口味的，你们要尝哪一种呢？我要樱桃味的。我想要苹果味的。那好吧，我就给你们做这两种果汁的饮料。好，其实这个呢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这个加入200毫升的饮用水就可以了。可是水放的太少就会变得不好喝哦。怎么样，对你们头发满意吗？好满意呀、啊、我们喝的饮料居然可以染头发。对呀、啊、而且这一个呢它会过几天自己就把颜色退掉，不会伤害我们的头发哦。哇，这样。对呀、啊、太好了，我的头发现在香香的，和我刚才喝的樱桃味饮料一模一样。嗯，是吧，这回你们不会质疑我神奇的饮料了吧？对，以后我们会叫我们的朋友经常来你的店里的。惠顾啦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那么我们今天神奇的饮料玩得非常的开心。对呀、啊、小朋友们也可以买来尝试一下。嗯，没错，虽然饮料不怎么好喝，但是染头发是挺好玩的。对呀、啊、小朋友们如果也想操作的话，要在父母的帮助之下进行
进行哦。嗯，对。那么我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。